赛罗和贝利亚融合出全新形态。大魔王交换了赛罗和贝利亚的身体。认输吧，你们没有自己的头，无法发挥实力。就算这样，我也不会认输。极速光线，第四修魔光线。大魔王竟然吸收了他们的光线，光线在大魔王手中变成了光球。尝尝你们自己的光线吧。糟了，我的能量不多了，我这个样子也没有人给我光。既然没人给你光，不如我们两个融合吧。可你是黑暗奥特曼，我们没办法融合。就在这时，赛罗，这是奥特手表，它能帮助你们融合。手表开始发光，两道光慢慢聚在一起。赛罗和贝利亚融合出了全新形态。都怪贝利亚太丑了，融合的形态也不好看。大魔王又发动闪电攻击，光线竟然被手表吸收了。赛罗发射投标，大魔王转身就跑。哎呦你妈！你是跑不掉的，尝尝我的冰冻光线。大魔王终于被封印，奥特之王来了，他把大魔王抓上车。赛罗和贝利亚也恢复了正常。